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《植物大战僵尸2》的中文版。那现在的话，好像又带来一个中间部分了，是不是？这边有一个超大型的这个机器人不知道是干什么东西的。我们就来先打一下我们第14关。那目前来说的话呢，我们上次解决就是我们那个塔防类型的那个关卡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的话，应该就是要利用我们的这个回归我们最正统的植物大战僵尸啦。那就来看一下这个关卡，目前来说跟我们那个。上一个那个塔防比的话，应该是比较熟悉一点点哦。那个塔防确实也是蛮好玩的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凤梨吗？感觉像凤梨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双炮口啊，双炮口我们就等哪边有僵尸的时候就弄它。然后这个是飞船豌豆，好吧？我真的觉得飞船豌豆超级无敌可爱的，好吧？我很喜欢这个飞船豌豆。啊，直接过去把那些人弄死、欸、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飞天凤梨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飞天凤梨感觉就是这个坦克。哦呦呦，这要用手，要用手指，要用手指插爆才可以。这坦克应该就是坦克了，好不好？对，这是坦克的部分。然后那个很像蜜蜂的那个东西是那个，就是能够暂停他们的东西啊。来看一下这个，这凤梨能干嘛？凤梨要被撞爆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会。大招先空一下，不要在那边乱搞啊！越来越那个了，越来越麻烦了，要修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然后这边先用这个暂停，就做他们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吓死我了！豌豆好像会有 CD 时间又来了又来了，巴西豌豆，我刚那个你知道吗？我刚用成那个了，我刚巴西了，我刚按到那个就是要用植物，就没办法刮，你知道吗？你手上有植物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刮那个飞船超北蓝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好像有点惨哦，我们的这个豌豆群，豌豆初级加油，初级，飞，又来了，哇，他们都一体的，很麻烦要修，等一下啊。都一直来，又来。先用我们那个大招，先把飞机弄爆，好险！飞机爆了，要修哦。双龙头。所以这个凤梨的那个威，哇，觉得这个空战越来越麻烦这个空战真的是越来越麻烦了。我的天！弄爆。哎呦喂啊！我们的塔上的东西，我们平台上面的东西全部被弄爆啦，要修啦，危险啦！快飞天豆豆加油！我是应该让飞天豆豆去打他们才对啊，不该把大招都发在那个豌豆身上，好像有点浪费。完蛋，我们是不是要被轰爆了？自杀突击队开撞！哇，要修！完蛋，我们护栏好像被打烂了，护栏要被打烂了。所以那凤梨到底能干嘛啊？说真的，好像是什么能够挡那个子弹的，是不是？它一段时间可以挡子弹的样子。对，它好像是可以挡子弹的。哇，好险啊！空中大战又回来了，各位，这真的是蛮刺激、蛮精彩、蛮恐怖的这个要求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哦。空中大战又回来啦！好险，我们这边算是扛住了。好，来了重头戏，骷髅头关卡，有个超大型机器人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来，我们看看啊，还是其实那只是个装饰。我希望只是个装饰啦，好不好？如果那个大……好哦，原来是天空一族。超巨大型机器人来了，好不好？天空一族超巨大型机器人，好，这个厉害了。我想一下啊，反正电电花一定先出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电电花这边比较厉害，先出。电电花一定要先出的，好，电电花，毕竟它能够扛住博士的那个鸡巴攻击，好不好？所以电电花要出。你看，直接进雷云区，太快了吧！
然后第二波，那我们这边先放一下这个。啊，完了，太快了吧！哎，这雷云区直接打正负极出来，哎，要求。要修要修，雷云区直接打正负极出来，我们要完蛋了！扛住扛住，你们可以的，扛住就对了。可以哦，先弄起来，先弄起来，有点恐怖。但目前来说，我们的这个都 OK。这是怎么感觉好像退比较后面啊？是被击退了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先努力的先把我们那个，先把我们的东西都弄起来，然后存点钱，好不好？太阳花花这边先存点钱，然后待会后面全部换成那个爆炸花花，哎，就直接换了，直接换了。我们把这个全部都变成电电花花，我们就不用怕这个什么雨云了，好不好？就不用怕这个雷云了，先存点钱，先把钱弄出来就好了。什么？哇，大自然来了，大自然来了！来来来，先弄掉，先弄掉，然后先拜托一下。哎，开店，开店！看各种咯咯咯的声音，有没有听到？哦，大致好像下去了哦，大致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再见！你看我们种满整排的这个电电花，你就看他怎么跟我们玩，好不好？卷一下，卷一下，龙卷风卷起来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！但是这边还是很多飞机在那边搞事啊。哇！救救救救救！雷电攻击，好不好？雷电攻击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细的，各位。飞啊飞啊，加油啊！再卷一个，再卷一个。然后中间烂掉，然后开个大招，打击天空巨浆。哦，要求。啊，电烂电烂，然后这边放一下这个，刚好再补一只。吼，好恐怖哦！这超像是钢铁的那种超巨型反派的，你知道吗？电一下，哇，没电死。他要干嘛？他要干嘛？哦。哦哦，啊！开锤了，他开锤了，要求很痛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，锤个几下我就快爆了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， 好险，好不好？撑住了，撑住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巨型机器人雕像其实就在讲他是不是？是有点不像他啦，但是我觉得是他把他做的比较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boss 的样子超帅的，好不好？但是他本人不是长这个样子，所以这是我们的巨型的僵尸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也还行啊，给过给过，好不好？至少是巨僵，又是这个白痴，这要玩超久的、欸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又来了又来了。这个比起来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玩那个塔防的，好不好？塔防的比较快一点点，这个超久，天哪！哦。但对面好像也很强哦，对面已经也不是之前的那个僵尸军团了。这个我还蛮这种类型游戏我很喜欢玩啦，只是它的这个步调真的很慢，好不好？步调真的很慢，就比较可惜一点点，不然真的我还蛮喜欢的。会不会又是那个我们自己可以增加自己的步调，我们打快一点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又要怪在我们身上了？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！你们会太，你们他们太过分了，太嚣张了吧？
要求。不是，因为这关的话，重点不是那个分数，你知道吗？分数达标你也没办法通关，他就是要打完那个整个那个 BOSS 关卡，你知道吗？那就会很拖。我戴帽子好像散射枪很猛呢、欸。哦，他除了散射枪还会普通枪啊，要求。想一下，因为以前玩那个飞机游戏都是用键盘，不然就是用那个用摇杆的，用手指的真的很不习惯欸，说真的。但是好像也很少有这种手机游戏欸，就是如果有这种就是升级飞机的手机游戏的话，我应该会想要去玩啊，最好是能够操控妹子那最好。对，能够操控妹子那最好。不是，这太多电球了吧，哥？开玩笑了吧？那电球很多呢，要求不行，再让博士那么嚣张了，博士真的很嚣张哎。好，感觉还有差不多三到四波，这次好像也比较快了啦。可能跟我们熟悉管有关，先灌一排。好，灌包，先灌一排就对了，各位。啊！中标了，中标了，中弹了！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我们不该用身体去挡他们欸，要求！我血量好像只剩下三分之一有了。我、哦、这博士真的，我要求哦！欸，真的是越来越夸张了，你们！我靠！完了！完了！完了！还说自己是飞机游戏高手！不是，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很夸张欸。